宠物吐槽，只爆黑料。边牧，一个全世界智商最高没有之一的犬种，一个人尽皆知的宠物，一个拥有黑白配色的神奇生物。拥有这么多称号的边牧就像一座围城，没养它的人想进来，养了它的人想出去。边牧究竟做了些什么让人对它又爱又恨？听听边牧的铲屎官们都是怎么吐槽边牧的吧。热心市民刘先生说，边牧血脉里自带的牧羊基因简直太恐怖了。他养了两条边牧和三只猫，两条边牧天天在家里牧猫，搞得三只猫整天团缩在一起，烦死边牧了。三只猫用摇尾巴的方式不断表达着不满，可两条边牧没学过外语啊，一直以为猫摇尾巴代表着开心，反而更卖力的牧猫了。后来刘先生买了通天柱的猫爬架装在家里，猫就躲在猫爬架上，两条边牧没猫牧了，于是开始互相牧对方，整天面对着面俯下身子，翘起尾巴盯着对方。虽然从不打架，也很和谐，但家里始终有两只伏地魔，总感觉怪怪的。美女主播李小姐说，她家边牧完美展现了边牧这个犬种聪明且胆小的两大特质。有一次晚上10点，她下班回家，发现家里大门敞开，门口地上放着一包牛板筋，屋里各种零食的包装袋散落一地，一罐罐旺仔牛奶洒在她的床上，而这些东西原本都是放在有安全锁的电视柜里。没错，是她家边牧把安全锁打开了，然后吃光了零食。李小姐再一看，家中原本放着的800块现金也消失了。没错，确实进小偷了，而且还是她家边牧开的门。李小姐怎么喊她家边牧都没有反应，她都以为是被人弄死了。然后收拾家的时候才发现，狗居然藏在了沙发里，引狼入室，自己却安然无恙。面对这样的狗儿子，李小姐都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。隔壁邻居王先生说，他家边牧气性贼大，平时在家感觉也挺乖的，但是每次出门坐电梯时，只要人一多，他就一定要面对着大家。等到了一楼大家都各自走了之后，他就一定会骂骂咧咧的大叫几声。我就想对王先生说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你家边牧只是把电梯里的人都当成了羊，面对着大家只是想维持秩序，然后大家都各走各的，没人听他的，那他叫两声发泄一下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对吧？除了牧羊基因容易触发，头脑聪明胆小怕事以外，心眼小爱记仇，想法多难训练，也都是大部分边牧的通病。再加上仅次于金毛、拉拉和二哈等掉毛大户的掉毛量，导致很多铲屎官养了边牧之后悔恨不已，才意识到以自己的智商和精力根本不配养边牧。而且边牧也是一流的拆家好手，如果二哈是五拆的代表，那边牧就是文拆的榜样。一般边牧拆家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东窗事发，所以养边牧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毕竟不是每一只边牧都叫西卡船长。下期宠物吐槽大会你想看谁？大声的说出来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思呢？对吧？我是 PD 新爹，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，respect。